等你半天了。那怎么了？他不是没来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没来？我让他给你买花吃了。你叫他上我？你是不是我表哥？我是你表哥。那要不是你妈一天到晚打电话给我，叫我给你找个主把你给嫁了。哎，你以为我怎么的？我吃饱了撑着。是你让我来的，又不是我求你的。算我求你行吗？哎，你怎么不明白？这女人啊，到这年龄啊，就得结婚生孩子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你求什么呀？你跟表嫂不也离了吗？我是跟表嫂离了，那我还跟表嫂结婚了？你说你这么大个年纪了，连个男朋友都不想找，你到底想怎么着？表哥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对男人没有感觉。哎，你对男人没感觉，你对什么有感觉？我看你是有病啊，要不要给你找个大夫啊？哎，我就不理解，小泉，你说你吧，长得也挺漂亮，不缺胳膊不缺腿的，你怎么着就对人没感觉了？哎，你脑袋瓜子都装些什么呀？你妈这样也好，逼着你找男朋友，逼着你结婚，逼着你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哎，她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她可不希望到老了你们娘俩相依为命，你老死不嫁人，这要说出去，哎，你不怕人家笑话，你妈还怕人家说了。又喝。再来。人在江湖飘啊，哪有不挨刀啊？一刀砍死你啊，六刀砍死你啊，九刀砍死你。喝，刀九刀砍死吧。指甲油呢？没有。
老用我的，你自己不会买一瓶啊？你这也太 low 了，大街上妓女才穿这个，赶紧给人挂上。小姐，这衣服可以定做吗？嗯，把这儿，就这儿给我提高点吧。我这服装会带就在这儿，改了就不对了。是什么样的爱人？其实我挺喜欢你用爱人这词儿的，真的。老外老说那个中国人不开放，但是呢，就是中国人管这个夫妻叫爱人，什么你爱人我爱人，听起来蛮亲密的一个词儿。确实，我觉得说爱人呢，真的也说明素质挺高的，这是对感情的一种认识。哎你今年有30了吗？什么？不是，没什么，我就是，其实我倒蛮想找一个比我大一点，真的，可能是弗洛伊德说的恋母情节吧，当然没那么严重。我也不缺少母爱，我妈对我挺好的，特别好，都好过火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在想，其实一直在想，是不是能找一个对我凶一点，可能听着好像有点变态。哎，对，火柴放在地下。质量太差。谢谢。这多少钱啊？60。你说的是两片是一片抢钱啊？莫少，哎，10块钱。不行。10件，10块钱。啊？哎，我说，你这就是一块布，来，不是，这样，小姐，跟我媳妇儿身材差不多啊，你帮我试一下。
啊，报事。我说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这身材跟我媳妇儿长得还真是挺像。我说，20块钱怎么样？就冲这个，咱们20块钱成交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说，你看，我说，做买卖咱们都灵活点儿，啊，这个就是10块钱的布，这个我咱们现在哪有这么贵的东西，啊？我说，30块钱。哎，这。哎，我说，30块钱怎么样？哎，别那么死心眼儿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儿没带钱，啊，40。啊，怎么样？40？哎，50块钱得了，这行不行？交钱吧。怎么样？这是我自己设计、自己缝的，是你做的？这工艺挺好的，幸会做衣服女孩很少呢。怎么样？我穿怎么样？嗯，挺好的，还不错哈。嗯，没想到是为你设计的。那这衣服多少钱呢？30吧。这写的是180呢。你这样做会亏本的。没事儿，我会从别人身上赚回来的。你也挺坏的。还行吧。今天天太热了，苹果都烂了，你拿吧。咋怕你爱吃苹果？天这么热，怕火气上来生病了怎么办啊？就你养的香蕉吃，今天就另一回吃南瓜。苹果全坏了。就南瓜。1.8，那个大的呢？这个15块一箱。那个拿一箱吧。这多少钱？
哎，那是十三斤，十斤。拿过来吧。啊。哎。那多少钱？十五啊。十五块。小宽，来吃苹果。来吧，你来喂他吧。他不会咬我吧？他不会。过来吧。来，抬起来。他叫小宽啊。啊。给我吧。哇，小宽，小宽，小宽，来！哇，没事，捡起来吧。好嘞。哎，他怎么没有那个大象牙呀？亚洲的母象都没有那种牙齿。啊，原来也是个女的。是啊，谢谢你照顾了我，我到今天来请，请你们看看。我想今天晚上请你。喂，小宽。哦，宽，我在朋友这儿呢。来，这得今天啊。待会儿啊，行吧。这里来不远，陪朋友吃饭老叫上我，爱面子呗。我得走了。哎，刚才你说什么？我想今晚请你吃饭。那你给我打电话吧。你没给我留电话呀。好吧，给你写着。问什么呢？6567699。别不小心洗掉了。不会，只要我愿意记得，永远不会忘记。姐，不是不是，我都30了，哪能不想结婚呢？妈，你别哭啊！好吧好吧，那不行，不能怪我。再见啊，妈。崔小姐吗？对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名片。你搞税务的？对，在税务局工作。那挺容易吃钱的。什么？吃钱？什么叫吃钱？就是那个贪污。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不会的。是吗？真的不会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不可靠？第一次见面，可能有这感觉，处一处。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我最怕回家之后家里冰箱空着。如果家里冰箱空着的话，我心里特别不踏实。我能抽根烟吗？你抽吧，没关系。
回家之后家里冰箱要是全都塞满了东西，我心里才踏实。我就这么一个人，挺有趣的哈。哈，对。那你了解我吗？怎么说呢，你表哥跟我介绍过你，你29岁，有工作，长得也挺漂亮的。至于说其他的嘛，我想咱俩出一段时间就会了解了，你说对吧？你这么说觉得你挺宽容的哈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那么一种人，就是说社会流行一种说什么男人跟女人为了不了解，因为了解而结婚，因为不了解而离婚。我呢是最能发现别人的优点和欣赏别人的优点的人。当然了，你要爱他的话，应该连他的缺点一起爱，你说对吧？嗯，挺宽容的。了解了解就知道了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对男人不感兴趣，我喜欢的是女人。什么？不会吧？那这种人很少吧？我好像还没碰到过呢。那你是什么性格的？AB。AB 血型，那跟我一个血型啊。所以说跟你一样啊，喜欢女人呢。不是吧？这个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，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，这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对你不合适，或者是其他的？没关系没关系，咱们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你要是说对我这人有什么其他的看法，你可以直说，没事儿。因为我觉得虽然咱俩第一次见面，我觉得我第一眼看上去，我觉得感觉还是不错，我对你感觉挺好。我是喜欢女人。那你干嘛还介绍对象啊什么？这你来就没什么意义了。你要是喜欢女人的话，就是我告诉你。那咱俩还在这见什么面啊？见面归见面嘛，说明归说明嘛，这有什么？这没什么。你表哥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个呀？没事儿。那你说这种情况，我觉得咱俩还是谈谈吧，处一段时间。你可能因为性格的原因，时间长了，你可能是不是平常跟男孩接触不多啊？无常吗？哎，我这有信。在动物园工作，跟动物打交道多是吧？是不是一般跟社会上人接触比较少？你这人好像不太爱说话是吧？看得挺文静的，不过你有这种想法，我真的没想到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俩做个普通朋友可以吧？当然可以。有事儿的话，你可以找我。好，你不是搞税务的吗？对。那行，我今天还有点别的事儿。要不然就这样，茶钱我给你留下，不然够不够？好吧，那这样，再见。
么还上高中啊？对，提醒我位移的时机。听说喜欢一个人好色呢。不想再说了。行了行了，房子都归你了，你还想怎么着？你这样真没意思，我跟谁在一块有必要告诉你吗？我吗？穿厂的。知道他这种人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关系？怎么？
个电话呢，让我去接你。哎，就来了，接什么？阿姨，这个小林，嗯，小林啊，我们一起住。那一起住啊？是啊，北京什么都贵，不是为了省钱吗？哎，好。咱们走吧，是吗？我来吧，那我来吧。你牵着我妈吧。好，小玲啊。啊，北京人吗？嗯，贵州的。嗯，从贵州来打工的呢。哎，所以住在一起啊，北京这么大。嗯。哎，有个照应。嗯，也挺好。哎，两个人。娘，嗯，现在回去了吗？没有。怎么回事？牙框太高是吧？嗯，有血气了。那呢？嗯，一个劲儿调，越调年龄越大。可我告诉你啊，好的没有了，光剩下脑袋了。妈，你怎么谁的心都操啊？你这个孩子，那亮不是你的朋友吗？你的朋友那不也就是我的孩子吗？阿姨，我也不是不想找，是没遇上合适的。我看着你那个眼太高了，没这些孩子呀，你俺都不理解父母的心。我相信恁爹恁妈也着急，俺的心里啊，这小翠这婚事啊，办了急的呀。有点急事啊，我可告诉你，这年龄啊越大呀越可就不好找了。嗯，这男人啊心都是粗的，弄凑合着过日子啊就行了。啊、嗯、别等找一个西找一个，看不好看不中。弄人啊所以啊，你看不，要不是我那脾气好，我跟翠他爹离婚还得走。之前委屈你一下啊，阿姨，新娘，你看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这来了以后啊，占了奶奶床，害了那俩人睡在一块儿。哎，我这人吧，离婚这么多年了，一个人睡惯了，两个人他怎么也睡不着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没事，阿姨，你听什么呢？崔健的，我就是爱听崔健的歌，你听。嗯对你三十了，比我妈妈小3岁。你爱不爱骂人？平时偶尔。哎呦，俺这孩子啊，脾气再好不过了，他呀从来不骂人。那就行，我爸爸就老爱骂人，不过你们别嫌弃他跟罪犯待的时间太长了。你真是个小打人，比你爸爸还能操心哈。那是，还是我崔大大笑了你们呢，一个男人活着哪行啊。说什么呢？说你又怎么了？你现在不找一个什么时候找？那、啊、你还管我？你这孩子真懂事啊。懂什么事儿啊，我一个人待时间太长了，还挺优秀的。有意思。有啥意思？听你们说件事你们就知道了。他个小，背的书包又大，同学们都管他叫忍者神龟。有一次同学给他欺负了，打完他以后，他跑回家里问我
说爸，怎么才能不受欺负？我说你说呢？人家转身就跑了，两个小时以后跑回来，你猜怎么着？打死你们也想不到，这孩子他把打他那个同学的裤衩给提了回来了。这地方不能进人的，要参观到外面去。你找谁啊？找你。真俊，你把头发搞这样了，你还心疼我啊？也不打个招呼就走，一直就他们两年，走得无影无踪的。你都把我藏起来，干嘛？又被男人追了？差不多吧，被警察追。我抢劫了一家银行。他怎么听说你是离婚的？我、没这么回事儿。这介绍人怎么说的？没跟你们说清楚啊？我有一个太太去世了。什么病啊？哎呀，意外事故。家里还一儿子，今年高中毕业了，熬出来了。那你是在哪里工作呀？我在一家公司里边做会计师。那总钱可不少。挺可观的，嗯，这退休了以后吧，又给聘回来了。听您说话像山东人。是啊，我也是山东的呀。您也是山东？我也是山东的，老乡。是挺好，咱俩真是老乡。哎，老乡。啊，俺这是从山东啊，跟咱爹嫁到了四川去。哦。离了。哦。哎。那奶奶是钱也不少，人家这会儿不是说了吗，挣钱也多，工作也好、不都是这个乐乐适当的事儿的，领着出去也漂亮也壮观，不是？您看您说的那20岁的可靠吗？那不可靠。那怎么靠不住啊？我想找一个30岁到40岁有爱心的，能把我那儿子照顾好的好母亲，别动。你别说，你还真有心。小秦小姐，我能不能问问你，为什么到现在他还不结婚呢？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没什么理由。你这闺女还挺有个性。俺这孩子呀、那不是说什么都好，不论是工作呀还是婚姻，那没有比。你可就是别提婚事儿，一提俺心里就毛。哎呦，
那您可真是为他操心了。他那么不专心吗？您说说这是什么？这叫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我这么跟您说，就我那儿子啊，只要一生病就非要想吃西瓜，那我立马就给他买来，把西瓜籽全抠掉，亲自送他嘴里边去，就这样。你儿子不是20岁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又不是小孩儿。我是说呀，做爹的这份心。亲，那么你小时候不是也是喂马一口面一口饭的喂吗？小琴小姐，你怎么还抽烟呢？抽烟对健康不好。你看你长这么漂亮，抽烟对皮肤多不好啊！不是早就跟你说了，叫你戒烟吗？你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不爱听？我这个男人都不抽烟，要抽我早抽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俺这孩子呀，都去硬硬在外边闯荡这7、8年了，你不心思，那苦也难的，他就和谁说？他不就是一个人埋在肚子里边？你说他不抽根烟？他要是咱们要找了个对眼的了、他有地方诉说了、他不就不抽了吗？这不带毛病。对，那倒是啊，那倒是。哎，那俺再问呢，你不介意吧？哦，我不介意，您问什么我说什么。嗯，好，俺看是您挺诚实，那也挺忠厚的。您问。那俺再问呢，您要是再找个媳妇啊，您是不是还要求什么条件啊？我就要求仨字儿：贤、贵、道。瞧恁那文绉绉的，俺哪懂？恁说的仔细点。哎呀，我是说呀，他在厨房啊，他就是贤妇；在客厅，他就是贵妇；在卧室，他就是荡妇。哎，张先生，如果在90年代你说这番话，我还会佩服你。现在就太老套了。哎，小琴小姐，那不老套什么样？现在？那，我告诉你，不是啊，分不明白，是这世界啊，变化忒快。再动手，再动手，你再动手，你再动手，你。
夏群，夏群，哎，这是我妈最拿手的疙瘩汤，这些年吧，哎，也没改这口味啊，就爱吃这口。来，我这从四川来啊，也没烧点别的，就烧点四川小菜，你尝尝。嗯，这是俺去儿吃的。嗯，挺好的，我最喜欢吃川菜了。嗯，你看。我上四川这么多年，就是改不了这个山东口味，吃不了辣。嗯，那你吃菜吧。嗯。群儿啊，你说你这个孩子到底怎么想的嘛？人张先生这人我看着挺好的，人家老实也忠厚，挣钱也多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找这么好的男人已经没有了。可以这么告诉你啊，抓紧点儿。妈，他是不错，但他年龄都可以做我爸爸了。知道啊，话没说完就挂了，让他留电话也不留。来，来来，给我看看，俺这衣裳漂亮吗？合适吗？漂亮吗？怎么样？你又给他抢了，五千辣椒，他会不够的。原来你信任他呀，我连他都不如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跟闪婚相处好一点，否则他会出卖你的。开玩笑，大象还会出卖人？闪婚是有灵性的，闪婚喜欢我。昨天我给你打个电话了，你又有新的伴儿，说话那么酸，生怕我抢了你去。你爱他吗？
那你还爱我吗？刘小泉，赶快去办公室，公安局来人找你。行，你这挺忙啊。嗯，忙，你不是也挺忙的？哎，都一样。哎，那小涛得注意。没有了，就是黑社会那小涛。啊，逮着了。那小子可是坏透顶了。嗯，坏。哎，刘小泉，这是刑警队张队长。我们认识。哦，你没认识啊？你好好配合着那家啊。嗯。叫他怎么？假公济私啊！你认吴军？认识。多久没联系了？两三年吧。怎么认识？车上，汽车上。关系怎么？还行，以前也不错。我这次来就为吴军的事儿来。我希望能够讲实话。那你说吧。你最近见过他？没有。你如果见到他，也告诉我一下。我也想见他。他这还有其他朋友吗？不太清楚。不清楚。行，你下次见到他，该知道怎么办。有事我再跟你联系，我先走了。这钱真的不是吧？哎，张队长。啊。我想问问，吴君君他怎么了？他把他爹杀了。我跟一个警察睡觉，从他那儿偷来的。我一直希望他死。从小他就强奸我，我妈知道老大装糊涂，我知道他是为了维护这个家的完整。他到病死的时候，他装糊涂。从十岁起，我就想杀死他。我不是对你撒谎，我是对自己撒谎。我不愿想起那些事。我情愿想想我是抢银行跑到你这儿来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刚拿到这把枪，第一个念头就是跑到你这儿来。我曾经背叛你，可是我知道只有你能帮我。
小玲啊，小玲，阿姨，你这个孩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叫你帮我选套衣服。好啊，您看看吧，看中了就拿走。阿姨，你不是喜欢红颜色的吗？这件怎么样？好是好，俺不喜欢的。我会算命，阿姨。就这样子。你有喜事儿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小晴的。你还真成了算命先生了。做夫人做久了嘛，跟算命的也差不多，是不是？你以前那么喜欢红色，现在就不喜欢了，是谁影响了你啊？他说的，老太太呀，只要是可爱就行，不用打扮的花里胡哨的，花里胡哨的也不会过日子。那你到底还喜不喜欢红色？你是丫头，我穿了一辈子红的，我能不喜欢红的吗？不过呢，不喜欢也行啊。小玲啊，嗯，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我还能再找吗？小群这个丫头啊，到现在没找那对人呢。她要是对上眼儿，俺那位不就可以露面了吗？功效还是无效啊？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可能过去呢，也有过这方面的尝试，也可能遇到了困难啊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？就是说，什么原因到现在没有成家？对，你看你一说就简单了，对，是不是这么讲？对，你这一说的话，净转弯，你这老给我老给我下套，所以我得更正一下你这话，我怕伤着你。不是，他问题这个要让我说的话，我总结了总结，就是有三方面。一个呢，我以前在部队，就是隔壁这儿公家院，这儿上班。具体做什么工作呢？搞了15年餐饮。妈呢？一个是接触面窄一些，那早就出去了。这是一方面。好像他这段时间有什么事儿啊？第二方面呢？我感觉他那个好像91年有个提回去的事儿。我父亲这样嘛，愿意多住就多住一段呗。去世了。你妈挺有意思的。在我父亲去世，不是在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呢，是弟弟妹妹都结婚。完了呢，我跟我妈就是照顾我爸，照顾算了算了。朋友啊，同学呀、啊，也有什么事瞒着我吧？那个都给我介绍过了。但我呢是这样想，你骗一时，你骗不了一世。我想，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我就如实告诉你，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人，他不顺着我这话走的，我不相信。你说你讲的真实的情况，确实有很多人不能接受，是吗？很多女孩子，我理解。如果我是女孩，我碰到没结婚的。没怎么着，家里就我来那个了，快给我拿点卫生巾吧，难受死了。知道知道。这个要让我说的话，我总结了总结，有三方面。现在不对，可以到哪个？上班。具体做什么工作呢？搞了我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
出去打电话，多危险啊，这地方人多眼杂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怎么还是以前那个脾气啊？那个脾气又怎么了？你不喜欢？干啥？你不喜欢吗？再念我的心，让你越记录。我神经啊你！小姐，您喝点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。我给你推荐一种国产的红葡萄酒。学校，这样别走了啊！这手艺真不错，哎，哎，你这喝第几杯了？这是第五杯吧？你别喝了，
啊。再喝一杯吗？凑六杯，六六大顺嘛。哎呀，你呀、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心里是不是有好多想法，说不出来？其实啊，我心里都明白。我好久没有听到所长的话了，我女儿也没对我说。哎，我以前呀、啊，总以为我的生活没有希望了，心呢，别都死了。你可别这样，我说，我就怕你哭，你一哭，我就哆嗦。我跟你说。听话啊，幸福希望是两个人创造的啊，听我的没错，你以后会过得非常好啊，来吃点菜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幼稚了？说什么呢，都这大把年龄了还来这一套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一点都不老。你看你的眼睛水汪汪的，我就说你非常好看。我跟你说，我会让你越来越年轻。吃菜啊。你不觉得你也很幼稚吗？我这叫什么幼稚啊，我叫充满了希望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可是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跟我女儿说。哎呀，没什么难的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俩的事儿我跟儿子说了。我儿子说什么？一句话，你是我亲人，你做得对，你听听怎么样啊，你说呢？来，刘顺，你儿子真好。你闺女也不错呀，喝。凯雀，在老家里边啊，也没什么人，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你老娘老爷也都走了，你那几个叔叔啊，也都不跟我来往了。你也知道，我跟你爸爸呀，离婚也这么多年了。我呢，我想着在北京常住下。妈，我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想住多久都可以的。不是，亲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呢，你看，我一个人啊，过了也这么多年了，你也知道，一个人过日子苦啊。那是真苦啊！我是说，我是这样，妈要结婚了，
好的吗？雪阳，你真长大了。妈一直不敢和你说啊，我就是怕你不同意啊。妈，这么多年你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，我相信有个家你会过得好的，我希望你好。妈，我也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你说。我喜欢的是女人，不是男人。晴儿，你找你说的是生命啊，你把妈说糊涂了。妈，我希望你能理解我，我这个也是一种感情啊，就像你需要一个男人结婚一样，我只是需要一个爱人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女的。去你别说声了，我怎么越听你可别吓唬我，你怎么说的我怎么不明白呀，你说的什么呀？妈，真的希望你能相信这一点，我需要的是爱人。青儿啊，谁呀？你喜欢谁呀？能和妈说吗？他就是小林。小亮，你俩不是好朋友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和我说呢？你不是说那俩在一块儿是做个伴吗？不是有个照应吗？你这说的是什么事儿啊？青儿啊，妈拉大了你可不易啊。我是想叫你早有个家呀，你这和我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妈，我和小林在一起，你不觉得我们挺好的吗？那是两回事啊，怎么能是假呢？妈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需要的就是一种幸福。我和他在一起就感觉到这种幸福感。
对不起，把你的鱼毒死了。我都不记得我爸爸是什么样。我记得五岁那年，有个女人来找我妈，说她和我爸爸在一起挺快乐和幸福，要我妈去成全她。我妈当时脸色特难看，说我和她女儿和她生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感觉到快乐和幸福，你会得到吗？那女人听到后就走了。晚上我看见我爸跪在我妈面前，那样子挺难看的，哭着叫我妈原谅他。我跑出去，我不想回家，跳到我家附近一条小河里。当时河里面泛着很多摆渡的鱼，我在想，如果我死了也会这样泛着摆渡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是我哥。他经常揍我，就像揍一个男人一样的揍我。我挺喜欢他的。有一次我们在一起洗澡，他问我，你今后想娶什么样的人？我说，你娶什么样的女人，我就娶什么样的女人。可惜，当他找到自己心爱的女人以后，自己就去死了。
喂。哦。你的，一个女的。喂。你连我妈醋都吃。小青啊，麻将过了。你是我闺女啊，你干什么都是对的。干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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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吃肉。你一个女人不值当这样。肖先生，俩是怎么回事儿？他俩怎么也没来？是不是又不高兴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
现在的儿女哪有不希望自己父母幸福的？那你说他怎么不来呢？保证会来，你放心好了。谢谢我。哎，你看那人是不是？哪一个？那个女的。对对对。不是，我不见得闺女，我怎么不认识啊？那哪是啊？放心吧，他肯定会来的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说那种机会。叫妈，叫妈，阿姨。哎，叫妈，叫妈，没事，老妈。哎，什么老老妈呀？快来，来，徐哥，徐哥来吧。谢谢，恭喜啊！非常感谢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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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